Hello，下午好。哎，各位好，下午好。哎，欢迎光临。哎，欢迎我们现场的直播，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啊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Hello，Hello，你好，你好，下午好。好，表弟开始了。Hello，表哥表姐，下午好，我是表弟啊。看看我们今天吧，昨天讲了碎碎是机，碎是机啊，机啊。其实如果这个是买变的，没办法，它是头脑都，它尾巴如果不要特，有个尾巴最后的尾巴嘛，那个如果不要剪掉是最理想啊。啊，Can you 一进来就给110啊，谢谢哇你。Thank you，啊，加油吧啊，这个像有时我们买包装的盘，这个鸡翅盘哦，没有注意到啊，他们看不到了，他们包装嘛，这里面是受伤的。要怎样看它受伤？就是有血啊。有血，有淤血嘛。这个是淤血，这是淤血。当然我们可以去选择了好。那我们现在第一个要做的是，我们就这个要去穿烫一下啊。等一下要穿烫，我开个火，所以就滚了一下子。那再下来是我要做了一个香醋排骨。那排骨其实排骨很多种做法了，香醋排骨啊，对，香醋排骨，用醋来做啦，因为我用醋来调啊，用醋来调一个味道，第三道菜的话，我就是煮的番茄来炒蛋啊，哎，番茄煎蛋你不是做过吗？我煎蛋做过，炒蛋没有啊，啊，这是一个我就看到香港的师傅炒，我就学习他怎样炒，Thank you，丽丽，五十粒 star 啊，谢谢你，谢谢啊，来，首先我们要腌排骨哦，腌排骨，排骨要腌的话，我们就是排骨我洗好了，排骨，那么我们就腌排骨，腌排骨，来，我们腌排骨啊。哦，放一粒鸡蛋啊，这里差不多800克了，800多克，我们算1公斤啊，一粒鸡蛋。OK，来一粒蛋啊，说我们的排骨是1公斤啊，说我们先腌制那个排骨啊。对。当然我们就是梭哒粉半茶匙，来半茶匙的梭哒粉啊，来胡椒粉，来撒胡椒粉，半茶匙，半茶匙的胡椒粉，来我们要再来就是我们的盐。半茶匙吧，半茶匙盐，OK，半茶匙的盐啊，我们一茶匙的糖，一茶匙的糖啊，一茶匙鸡精粉，一茶匙的鸡精粉，来，大家下午好，请帮我们多多分享啊，like and share 啊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来，一汤匙的酒，料酒，料酒一汤匙，好洗的麻油啊，一茶匙的麻油。这个就是一般上我腌排骨都是这样的做法，来芝麻香油少许就好，一茶匙。来，我们熟悉 OK，他每次腌制那个排骨啊，一定有放那个梭哒粉啊。来，我们就是搅均匀啊。如果我建议我刚才我排骨有是震一震它，所以排骨就比较有细流水比较松啊。你排骨是这样震，清水震啊？是啊，我去稍微震一下。OK，因为结冰啊，结冰也是震一震它。OK，所以它的排骨是洗了然后震水啊。那么我们就梭哒粉啊，给它融了，对，那么就容易把排骨放入进去啊。对，排骨放进去。我们先腌了它先。一般上我们在餐厅做，我们都会，那排骨是比较干身的，我们就会加一点水下去的，水分给它蒸。那么过后呢，它排骨就比较，排骨就比较松软，不会说吃起来很硬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慢慢的吗？好，我们可以慢慢。有时间啊，腌制一个钟啊，at least。腌制一个小时，它的肉已经会很松软了。因为梭哒粉会吗？教学啊，谢谢你啊。为什么一定要梭哒粉？因为它是主要是让它松肉啊。肉松啊。它肉就没有这样硬啊。没有硬啊。
我们熟熟了，那我们再放一点点水下去，这样水来吸收了啊。我们再放一点点水，来再加入少许的水啊。你看不一样，来，庞庞好，谢谢支持。我们放一点点水，不要太多。两汤匙的水进去，来两个汤匙的水，OK， 我们给它浸泡一下啊，浸泡一下，要炸的时候我们来上粉炸、啊、来我们蒸一下，浸泡一下哈，可以浸泡一下，就是这样子腌制就好啦，来要上粉啊，有时间就一个小时啊，等一下我们要上木薯粉了、嗯、OK， 我们现在水滚啊，我们要穿烫这个鸡翅膀啊，穿烫鸡翅膀啊，穿烫鸡翅膀的，等一下我们要给它过冷火啊，冷水过冷水，来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来，谢谢支持啊，所以请把我们的视频给分享出去啊。来，水滚的时候，我们你可以啊，有的人放姜葱下去啊，啊，你放什么？这个？没有，我放点米酒，白米米酒啊，米酒去。OK， 来，它是清水啊，穿烫一下，然后还有放那个米酒啊，去星啊，那 OK， 去星啊，去那个 OK 喽，那 Thank you 145个星啊，谢谢谢谢谢谢支持啊，谢谢支持，来星星就是表弟的动力啊，啊，来坐好来，哎，坐好来啊，我就要花很多时间，杨映画、啊、哇，谢谢你五十颗星啊，对对对，这是不是杨多这个一个音一个圆字旁的，一个音音一个圆，有边度边哦。哎 ，OK， 这个名字很面具吗？来，我们现在穿烫那个鸡翼啊。啊，这样就不漂亮了。如果我们买，不要买受伤的。注意啊，那个鸡有没有中气伤钱啊？全部黑青红。为什么它没有那个小鸡腿吗？因为小鸡腿肉力比较粗啊，它肉多比较粗。罗斯面 ，Thank you， 五十颗星，谢谢谢谢你，谢谢支持啊，来分享了，来 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 来。来，我们是鸡翅啊，那个小鸡腿是去掉了。所以你这个叫做什么？瑞士鸡。为什么叫瑞士呢？其实这个就是香港菜来的，瑞士鸡是香港菜来的。没有，我要煮很久了的啦。瑞士是一个国家来的哦。瑞士是国家，因为他们这个鸡翅膀是带皮的，他们餐厅吗？瑞士就跟吗？啊、他们是说瑞士吗？瑞士，啊，他们的讲法是这样讲的、啊。瑞士是出表哦。啊，来 ，Jenny 五十个 star， 谢谢你。谢谢谢谢。啊 ，Quick Like Home， 来 Coco 来 Thank you 啊，谢谢你五十颗星啊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呢，我们就是这个很重要的是，它是以 Quick Like Home 啊，应该是这样读啊。来，下午好。Get home， Thank you 啊，五十颗星啊，谢谢你。谢谢。啊，谢谢、啊。很快啊，就五百多颗星了啦。这样我。来，丽丽五十颗星，来谢谢。很有动力啊，这样。来，表弟，我建议你晚上也做烹饪啊。来，我们穿烫一下。我们之前有是放那个米酒呢，米酒来放一点米酒来穿烫一下，没有这么腥味啊。对，我们把血水给去掉啊。来滚一下，再滚一下啊。瑞士不是瑞士啊，睡觉的睡是。不是睡，是瑞士。瑞士、啊。瑞士有人叫瑞士啊。啊，那你该对应对啊，对啊。Is this a Swiss lemon chicken？ No， 他是讲Swiss chicken wing 啊，他没有放 lemon。他们的这个是带甜的 Swiss。标曲面 ，Thank you 五十颗星来 ，Apple 给我来 ，Thank you 五十颗星来，谢谢你们来。今天最近啊，这样做有很大的好开心啊，很开心，那个菜钱都省了啦。对啊，我们每一次买菜啊。好彩有人 sponsor 那个鱼虾，不然的话真的是
来，我们穿烫的那个鸡翅膀，说你鸡翅膀是要来炸的还是什么？我们有来炸，这个是来卤啊，用来卤的啊，卤卤。来，我们卤鸡翼啊，卤鸡翼啊，来卤的。那么烧烧呢 ？On， 对，我们洗一洗它。Thank you 啊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，五十颗星啊。看今天有没有三千，昨天三千六了啊，会不会破三千六啊？三千六颗星啊，昨天。OK， 来，我们穿烫了，我们再清洗一下。来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清洗多一次。OK， 这个要给它过冷火吗？给它冷。过冷和啊，有没有原因呢？会比较锋一点，还是比较滑一点？鸡肉呢，要过冷和，它会比较滑一点。OK， 我们这里放比较冰的水啊，放冷水啊。啊，放冷水啊，就是给它镇住它。好 ，OK， 我们放冷水给它镇住那个鸡翼啊。来，下午好，谢谢支持啊。谢谢谢谢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啊，我们要调的味啊。来，我没有冰糖，比较少去买冰糖，我发现到那天冰糖用完了，哦，稍微等一下啊。好，哦，要煮的时候才发现它没有冰糖。好，没有冰糖啊，现在要放啊。那其实他们的在香港人，他们喜欢放我像我们买材料，我煮菜肴，如果材料难买的话，你看我煮的菜肴都是材料容易买的。我第一个，如果你菜肴哇，一看到那个菜，连有时那个名字都没有听过的材料，你不想要去煮的啊 ？Christine Ng，Christine Ng 啊，啊，五十颗 star， 谢谢谢谢谢谢谢啊 ，Ice Water， 啊 ，Cold Water 啊，放冰水，放那个 Ice Water 可以吗？可以啊。Cold Water 哦 ，Ice Water。说数吗？啊，好像我们把掌盖啊，那鸡肉会滑。啊，就有关系到这个。OK。OK， 今天我们要做的东西，等表嫂那一个，今天我们就是去买冰糖是表嫂啊。对，八角桂皮啊，这个八角桂皮。八角桂皮啊。这个越桂叶。桂叶姜片啊。三样东西啦，啊，来来去去都是这些啊。当然，在香港人他们有放草果。哎，表弟，这是第几集啊？今天是342天，342天了。那么我到底煮了多少道菜呢？965道，965道 啊。今天的三个不算。啊。那么意思说我煮了968道菜，不同的名字啊。啊，没有重复了。啊，960道，968。来分享了，谢谢分享啊。OK， 这个我们就是清洗一下啊，所以叶桂叶大概两三片啊，大角3片，然后那个桂皮啊，姜片我们也放下去两条，然后我们有放姜片啊，OK， 那么我来点热水啊，表弟你齐家人好，不好意思我真的没有卡啊，放不了星星给表弟，来没有关系啊，没不需要你，没关系，我们最重要你要进来支持啊，来元老又来支持了，来谢谢元老，来今天给50颗星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 ，OK， 我们这是因为这是卤啊，我们是最重要是，我建议如果卤制的话，我们放海天的老抽王在做卤制是最好，那一定是带甜。啊，这个草菇是带咸，大家要带甜。卤制是放啊老抽王，老抽王就是那个、来做卤制是最理想的，也是黑酱油啦，黑酱油来的。OK 来，那么它这个是很黑的，那属于黑的，我们放半碗哦。哎，老抽王啊，就是黑酱油啊。嗯，多少？哦，这个我要量不好啊，因为人家晚上要写食谱就麻烦，你写不出来。Mickey， 那你买这些大缸网来洗鸡翼啊？这个是在38Luck Channel有卖啊，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货啊。Okay， 哇，正准的喂，120。来，感谢你的付出，send99 star 给你了。Yep， 来来，Thank you 啊。啊，大脚叫你啊，不叫片啊。酱油啊。我也是没有卡，来不需要。刻意啊，来我们用没有卡不用刻意给我们，只是有鼓励是开心一点啊。那么这卤这个我们放了一个酱青噻，酱青来的生抽。OK， 来生抽，也是一个、一个 cup 啊，这个一个 cup 是大概是120ml 啊，所以老抽120ml， 然后酱青也是120ml 啊，好，对，配 leaf 叶桂叶啊，
我刚才也是用海天酱油啊焖叉烧制排骨啊，哎呀，好料啊！嗨弄，谢谢你 ，Thank you 啊，五十克 star， 谢谢你，谢谢啊。OK， 来，我们放热水啊，多少？我先放一升先。我们放一升的热水啊。来，米奇不要令大家失望，来，放心啦，敬请期待啊。啊。米奇，你煮的时候应该，有一万个星星吧？没有了。那么多黑酱油不会苦吗？不会，哎，不会啊！我们这个黑酱油倒下去，因为它是很黑的，很黑的。120ml 的黑酱油放入进去来，还有一些在底部哎。等让你我冲水一下。还120ml 的那个酱精放入进去啊。嗯。OK， 我们稍微这里滚一滚啊。来滚滚一滚啊。嗯。呀，有我看到中国的不这个香港师傅，他们有的是什么？我看他们视频，我学他们，现在我学煮香港菜嘛。他们就是这样的炉子啊，他们煮了放住，啊，煮滚了盖住。各叶，因为它这个卤汁更入味啊！啊，当然我这个味道我还没有抓到，等下我抓到最后还是要看看我晚上的一些啊，那个啊这个是现场直播啊，不像你平时看那种短语视频啊，跟你介绍这个有什么精良，这个精良、啊、没有啊，我们是直接来的啊，我直接啊，可能你看不习惯啊。OK， 我放米酒 啊，你可以放啊，放掉酒也可以。但是我认为这个，因为这个米酒啊，多少度啊？48度了。48度啊。啊，48度的米酒啊，它很呛那个很。哎，米酒我们放多少？嗯，就是放到100ml。来，100ml 的米酒啊，啊，精良啊，我们是现场做的啊。啊。啊，值不值得看是归你啊，好不好？我煮了整900多道菜，不是每一道菜是很理想的啊，当然也有这些菜是不错的啊。粉丝有一个进来讲，你没有介绍你的那ingredient，没有介绍放多少。好、哦，没有，我们是我是最后你要看看晚上我的食谱、那个是比较精准的，因为我现在煮，有时我吃饭的时候我就跟表嫂啊，或者我的女儿维拉，或者慧红，我就问他。他们这个什么可以甜点或咸一点，我们在，以上我个人的口味跟他们的口味不同啊。那你冰糖拿给我一下。This is like soya sauce chicken， 豉油鸡系咪？啊，这是瑞士鸡。瑞士鸡啊。这样我们冰糖买回来。OK， 来有冰糖的来。还要表嫂出去买啊。放什么叶子去煮？那个是叶桂叶啊。叶桂叶。我拿纸袋装一下。哦，为了精准的味道哦。他有拿秤了。哎，海天的料酒啊，跟绍兴酒是一样味道啊，不一样。不一样，绍兴酒他也不哎，海天的绍兴酒也是很好啊。绍兴酒是绍兴酒啊，但是功能是一样啊。绍兴酒的味道是有那个。这个花雕酒啊，花雕酒。绍兴酒就是花雕酒来的，有花雕的味道啦。就是花雕味道。是啊，绍兴是吗？绍兴是个地方。绍兴出的酒叫绍兴酒啊。我看看那个糖，它这个啊比较带甜的，比较带甜的啊。来，这个是冰糖啊，多少？我看冰糖我们放50克，50克的冰糖啊。来，表弟米奇，请问你们招牌别人可以共用吗？我去脸书的时候看到啊，什么人头像不一样啊，才发现啊。什么招牌呢？不明白。来，你可以私信表弟 所以我们这个平常给它容易融，啊，哇，容易融啊！这个是五十克的那个冰糖啊。
OK， 五十克的冰糖用刀来。我先起大胆的换那个料下去。哇，直接变粉了。谢丽洛 ，Thank you 五十个 star， 谢谢谢谢来、啊、突破一千个 star 了嘞。来，大家下午好来。哇，我现在的心情有点肚子饿啊。卤制不用冰糖，可以用椰糖来代替吗？可以的。那不过他们中这个香港人他们是用冰糖来做这个啊。OK。椰糖可以的，其实接风糖也是可以，接风糖只是椰糖有另外一种味道喽，是啊，本地风味啊。椰桂叶可以哪里买？在那个香料部门就有卖 啊，或者是药材店就有卖啊。来，米奇表弟还有两天，心情非常的高兴，开心啊，恭喜表弟啊！来送给米奇，加油，95个 star， 哇，谢谢啊，要来来啊 ，thank you 啊 ，special 给我嘞 ，special 给你啊，这个95分可以给我吗？可以记录一下呢。来，不要紧，我们还是支持表弟啊，不喜欢就不要看啦、我们看就好啊。没关系，大家一起切磋。来，八条香蕉给我呀！我切发糖啊，我冒冷汗了，不得了。我肚子有点饿了，我现在要吃点香蕉啊。大家有没有发觉到我每天我家里有香蕉呢？我最爱买香蕉回来。刚才没有吃了，这些人莫名其妙进来乱来啊，不喜欢可以不要看啊。表弟做现场啊，一起学习，气氛很好。原来我们做到讲好，还是有人，这个设备是这样的啦。来。冰糖是瑞士制的灵魂啊，所以分量要偏多啊。令甜味挂在那个记忆表面啊，入口更可口啊。谢谢。吃光了 ，Thank you。Mickey， 我好几天没有看表弟直播了，因为我实在忘记啊，真的醉倒了。你现在年轻了，你会来看了，你回来看你就年轻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就鸡翅膀，我们。等一下先，林来哥 ，thank you 五十颗星，谢谢你。给它水滚一下先，谢谢你啊。来，米奇煮的时候肯定破万了、啊。谢谢你看得起我。来，腌制的排骨啊，尽可以就一个小时啊，味道很好。OK， 我们现在放粉 ，can replace the with the brown sugar also？ 可以放那个椰那个吗？老鼠就可以放吗？可以啊，就是你没有冰糖就放，本来我不要，我要，冰糖的甜味跟糖的甜味不同啊。来，我们放木薯粉啊，木薯粉三个汤匙啊，三个汤匙的木薯粉放入进去来搅拌一下。林兄共 ，we use rock sugar 啊，冰糖啊，冰糖对，是瑞士制的灵魂啊。耶、yeah ，表弟，今天我生日 ，N 笑跟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来，生日也要支持我们，谢谢你、啊，也谢谢你啊！来，今天请你吃鸡翼啊！我放少许的那个一汤匙的那个 custard， 来，我们放一个汤匙的 custard powder。表弟，你那个秤哪里买？三月我们就会有了。哎、啊，米奇，我没有卡，不能给表弟星星 啊，对不起，来不需要啊，不需要，两颗一啊，两颗一，你要给个五十粒，给五十粒星星就可以了。表弟还是要啊，五十粒，两颗一给啊。所谓五十粒，其实五十粒星星是不多，我们大家是开心的，让开心的，大家自己人唔好做戏，我冇做戏啊，我系爱噶，我要的是。对我的支持嘛，很开心，不是什么那个钱两块钱的，那五十粒是两个。加买有一天有几十块有啦，几十块啦、谢谢你们分享来，Melin thank you 95个 star 来，谢谢来，谢谢。来，我们上了钢粉了、我们就是炸，那个火不是很滚嘞，不用太热去，这个你要你的排骨啊，又不会硬而生啊，就不用太大火先，慢慢。OK， 不要太大火啊，我们慢慢炸、啊。我们要给表嫂掌声，表嫂都是默默付出啊，谢谢表嫂，来谢谢赞美我妈妈，来慢火，慢慢炸，慢慢炸哈。表弟 Mickey， 我的阿文今天收到了新加坡的，谢谢你们，来谢谢你的支持啊。那个阿文啊，很多人，有一个我很
很感动的是有一个小粉丝，小粉丝12岁啊，跟这维拉做了那个那个 Buttercat， 他妈妈开心到啊，他说你的 hour 真的很容易做，来每期365天啊，366天，5星5星，大家粉丝一跳啊，关注你。来，你不要太期待啊，真的是会吓到你，真的不会煮了。来，我们慢慢炸啊，炸我们的排骨，记得排骨要上收大粉啊，啊，这个是会让它的肉啊更松啊。Before 你要上收大粉，你要去浸泡一下，用冷水来浸泡一下啊。叫表嫂试一下，表嫂再拿一个胶给我。不是抖啊，我肚子抖啊，我没有吃东西啊。我午餐没有吃啊，我早餐有吃吧。我打包给你，你都不要。来，亲子亲生 ，Thank you 50个star，哇，谢谢你对表弟的支持啊。来，又画画给我啊 ，Quick Lay Hun Coco， 哇，又是你，哇，这个是慢慢正常，慢慢上火过来了 ，Thank you 啊，谢谢，50个星啊。那水滚了。刚才放什么粉？华语叫什么？木薯粉来的。我们放木薯粉啊。哎，我们现在要这个水滚。来，我不会送星星啊，只好送星星啊，有星就好。有星就好了，来。啊，没有星送星星，你赖星星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啊。来，我们放鸡翼啊。你看，正有冷水啊，你看它有特别。滚一点的。特别。那么我们放在这里蒸。表弟家人间心主播，OK， 加愿望 ，Thank you， 99星星收到你了，来有心各位有心啊，谢谢。我早已为你种下999玫瑰，999星星。OK， 那等它滚啊、哦，等它滚，我们就关小火。吃了两颗香蕉会比较好一点啊，不然我真的抖啊。人通了就有小人用红眼来看啊，加油表弟，谢谢你啊。梅洛先喝一杯 ，Miki 先喝一杯梅洛先，我吃了两条蕉比较好一点了、啊。手抖是二，血糖低，对我该补糖好了。挖香蕉是最快速的。哎、啊，差不多你考我的，没有这样抖啊，太饿了这个人。OK， 这排骨我们稍微去炸一下，你看啊，我们上面也是很多粉，那边粉是。我也是不会给星星，我只给真心。也是好，星啊，给你很多爱心啊。OK， 水滚了，我们关小火。来，水滚了，我们关小火啊。它该滚的时候我们关小火。所以我们要浸泡多久？20分钟就过了。20分钟就可以拿上来啊。哇，这个好料啊，这个，正啊。表弟做满365天啊，邀请记者采访登上头版新闻，没有这样夸张啊，头版的新闻呢、啊？哎，这次应该可以啊，我可以做头版新闻的。有一个机会了，脱光光啊，有机脱光光在马路上跑一圈啊，就有机会上报啊。所谓的那一个就是说啊，这种是个 achievement 来的。我们很，你煮菜是很容易煮，每个人都可以煮，但是你要连续直播365天。真的是不简单。表弟有上过报啊，哈，比方没有做这个、啊。而且每天要去想菜，你要想的菜，你有上过什么报你没有？有4个报，没记错吧？有几？一个是之前做我们的那个《东方日报》有，《东方日报》《南洋商报》，还有一个叫什么？那个 F 字头的叫什么名字啊？有那个风采啊。风采啊！说你按不到星星，来无所谓啊，我也不会送星星啊。不需要了，每天来看就可以了。这个是有心啊，有心就是每天来看啊。让我的，你给星星，表弟是比较开心一点。有10000个粉丝看，我是他是那种比那个星星更那个啊。他是讲哦，有10000个粉丝看啊，多过你给的那个星啊，他的满足感啊啊。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心是最好啊。真心的，我们是真心来学习，我们真心来分享。来、啊，要7000人来，谢谢来，积成积少成多，对的。肚子饿了不可以吃香蕉啊！你不能送我星星，你就帮我来帮我分享出去，那个就是对我最大的动力啊！没有啦，乌冬冬切糖分啊！我们有星星，只能给你星星。
来，两个都要等啊，这个要20分钟啊，这个给它炸到它透身啊。表弟今天的快拍很好笑啊，表弟不会拍这些的，来，谁帮他处理的？要知道，啊，不要了，那个本来是一张照片来的嘛。哎呦，啊，我的小儿子给我改一改，变成这样的，笑到我。这年轻人做的啦。但是我跟 Mickey 讲，你不要帮我放上去啊，他却忘帮我放 IG 上面。我给他放上去，我没跟他放。变成我一点形象都没有了。表弟的名字很出名啊，所以因为很多粉丝在支持着啊，谢谢你们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来，全任令 ，Thank you 50个星、啊。谢谢，对我们的厨艺有肯定啊，这个是小小的买菜钱啊，谢谢你的支持啊。Mickey 别天让自己太饿啊，你知识丰富啊，应该了解啊不良的后果啊，谢谢。所以等一下我直播完去吞一个买肉下，我们慢慢我炸好了。 OK， 现在我们要调味啊，还要调什么味？我们用黑米醋来调味啊。他买醋啊。Irene Dong， Thank you 50个star。来，我们现在有1533颗的星星啊，会不会破你的昨天的记录呢？昨天是3600颗星啊。来，我们是100ml 的黑米醋啊，大麦醋啊，黑米醋来的 ，OK， 100ml 啊。我看的也是好笑啊，来，好看哦。来，表弟再拿多一颗交给我。我觉得过了啦，第三颗比较好。阿米泡杯没了表演。啊，泡一杯没了给我。阿米奇说话啊，对表弟没大没小啊。哎呀，我们自己人呐、啊，他跟其实不懂为什么呢？可能表弟跟我年龄不是相差很远啊，相差多少岁才身体塑造嘞？20岁了。啊，表弟跟我的年龄啊相差20岁啊，所以啊。当他是上司也好，当这个朋友也好啊，他没有感觉到有那种辈分之分啊，有话直说了，我们就是，来，我有空一定进来分享啊，不会送星星啊，表弟加油啊，来，谢谢你帮我们分享，我们视频出去啊。OK， 他用盖来盖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没有，我们不要给他滚上来，我不要给他，我没有给他滚上来，他肌肉就很滑的，啊，肌肉又够甜够滑啊。OK， 来。哇，好多星，谢谢粉丝们送的、啊。时间不刚啊，我每次过后才看啊。对啊，我们从 MCO 的第一次开始啊，就 fix 了，刚开始是 fix 6点的。嗯。然后有粉丝讲6点是他煮菜时间，可以不可以早半个小时？就5点半吗？就到现在吗？没有，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粉丝说，我开始就是第三天啊，他说第二天、第三天，他看到他蛮喜欢我的厨艺，他说。啊，表弟，你可以早点嘛？我说可以啊，5:59，他就笑得哈哈。来，后来我们就决定5:30喽。他说 ：“You change the new guest store 啊 ？What brand is it？” 啊，这个是 Rubini 啊 ，Rubini。OK， the brand is Rubini 啊。所以有兴趣你可以跟那个 House Guru 啊、，House Guru Jenny 啊，我送恒星哇。来，这个是董曼多说是呢。来番茄酱啊，两汤匙 ，OK， 3汤匙的番茄酱放在黑米醋上吗？我们的黑米醋是100ml 啊，3汤匙的番茄酱 ，OK。表弟 ，sorry，I got no star for you 啊 ，but no need， no need， no need， cooking show 啊，谢谢啊。没有黑米醋可以用什么醋？陈醋也可以啊，总之醋可以啊，黑醋、陈醋也可以，蜇醋也可以啊，总之醋就可以了。米奇，你的脚还有这样痛吗？是稍微好了、啊，不可以站太久啊，也是。为什么黑米醋？因为黑米醋，用米酿的醋啊，它特别香。OK。刚才看到表弟拿这一篮水果的 video， 好可爱啊！对啊，在跟你摇头啊。白糖吃的糖。来一个汤匙的白糖啊。两汤匙的白糖。来两个汤匙的白糖啊。我要试试啊，我不会送星星啊，我每天都有分享，谢谢对我们的支持啊。那个就是很重要啊，星星也重要啊。所以分享就会更多人呢进来看到你们。We can buy the measurement spoon here 啊，但是那个 spoon 没有货啊。越重来了。来，我给表弟88个星啊。谢谢，谢谢你啊。OK， 我们慢慢啊，火没有热就放下去，慢慢震到它透啊，震透它，白骨就会。
啊错啊，那么我们再看什么？我不会给星星啊，我只会给真心和爱心，一直支持你们啊！谢谢你啊，姐姐。要真心，要爱心，要恒心，看我还要恒心看我。我也是不会给星星啊，每天来支持啊，加油，星星星星星。来翻译 one，OK，我们 deep fry 那个啊、排骨啊，嗯，我们排骨啊，多甜吗？神秘亮 ，Thank you， 十个 star， 来，谢谢你的支持，来。啊，十分的感谢啊！可以灵活安排，我四点多就煮好了，就等五点半了。哇，小弟直播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OK， 有点像极致酱啊，啊，极致酱对。但是它醋啊，这白米醋，这个黑米醋啊，特别香的。来，表弟，365天可以五点吗？其实我们老实讲啊，五点半其实蛮 OK 的。我要做工的啊，因为我们回到来啊，表弟回到家大概是四点半。然后啊，他准备一下，有10分钟、20分钟就会睡一下子啊。我有时间20分钟啊。我看到我还有20分钟，我很开心的，为什么跟睡个觉？我今天也是呢，我回到家是4点出一点啊。啊，如果5点真的是有点赶啊。啊，我们不是，我们不能做5点，因为我的工作我有做，我是不是全职啊？来，全职就不同。胖妞 ，thank you 52个star，来表弟，我的镜子有点蒙啊，可以帮我用来擦一擦吗？来七千人呐、啊！谢谢谢谢，那个重要。来帮我插那个镜头就了。真的啊？啊，好了好了好啊，轻很多了，该很萌啊。对对。今天做惠红椒的那个话梅番茄，非常好吃，那个好吃啊，很多人没有去做嘞，我发现到。很好吃，我讲了很多人不知道，下星期你会欣赏哦。啊，惠红椒那个很好吃哎 ，Monday Blue 啊，所以表弟穿蓝色衣啊，来捧我一块来。Kelly Yo， Thank you 50个star，哇，谢谢你。Thank you。来7000人啊，对，谢谢你们支持啊。你看啊，大家有分享哦，我的人数就很快上，没有分享的人数很难上的哦。Yadi Quack， Thank you 啊，谢谢50个star，来谢谢支持，来全部都是元老钱给你的，哇，大多数都是元老钱给你的、表弟会不会感动？感动，哎，很感动啊，讲真的。感动啊，你不觉得有一点色彩没？没有，就是海参样子的样子。Thank you， 谢谢你们的支持啊！目前就收到的星星有1743颗啊。来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我要加一个 ketchup 下去啊，忘记加 ketchup。修正不是啊 ，ketchup 啊。来，我们是用那个。你海鲜的 ketchup 的话，记得哦。放一，那个味道。OK， 来，我们再。倒入那个极致啊，多少？换两汤匙的极致在这边。两个汤匙啊，还不够啊，我们是用这个极致啊。啊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用不用啊、那个什么，李派林啊，李派林那个也是可以啊。放两汤匙够了，但因为它也是属于一个醋味，哎，有想要有些醋的味道。OK， 这里啊，雪妞包 ，Thank you。250个star，哇，谢谢啊 ！Thank you。来 ，Thank you。我也是不会给星星啊，一进来就看来看啊，来没有关系啊。OK， 刚才我们是放那个极致啊，极致在这里，两个汤匙对吗？啊，两个汤匙。来，两个汤匙啊，要早一点放进去啊，不是现在放。来 ，Mickey 为什么不做？我厨房啊，厨房小啊，不能放椅子啊，这里。不能放什么？我的妈妈在后尾走动啊，我爸爸在前面走动啊。对，工作了一天呢、啊，表弟应该休息一会儿才开播啊，不要太劳累啊。来，我不会啊，怎么样送星星啊？我只会分享，你分享就可以了，因为你星星要买的，要给钱啊。对，满满的爱啊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我们接近要2000颗星了，现在1993颗啊。哇，谢谢你们啊。快哦。哇 ，Mr. Lins has so many supporter. Congrats.Thank you， 谢谢你们啊，也要谢谢你进来 support 啦、啊。OK， 我们接着来给他收治一下，来收治啊，给他滚一下收治。这个就好吃啦，这个是好吃，香醋啊，所以那个海天的醋真的是，真的好吃啊，海天的醋真的一流啊，好米酿好醋，一定要放黑米醋啊，用米酿的。5点半刚好，6点半表弟煮完就轮到我煮了，哈哈。Katy，Thank you， 啊，猫猫给你50颗星哎 ，Thank you， 谢谢你，喵喵、啊。
啊，不是猫猫，是 Kitty， 它的 logo 一只猫啊，它的图像是一只猫啊。这样的排骨不好吃。你可以用玻璃罐来按摩脚啊，来也可以试一下。其实它是这样啊，如果我不要走动太多啊，它不，我发现到了走动太多，它会肿回来的哦。啊，现在没有走动那么多啊，它就消肿了。来猜一下什么味道啊？哇，这个是香醋味。来，谢谢你们啊，我们已经到达了2000颗星啊，2043颗星。哇 ，Thank you 啊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香醋排骨。香醋排骨啊，嗯、它是醋的味道来的、嗯，那种醋的味道一开，那种醋那种呛味啊。Campbell Tea Prepared 的冬瓜盅，冬瓜盅 dish， 明白吗？冬瓜盅啊，嗯，可以也可以安排的。The Black Pot， 瓜不能啊，这个黑的是什么？有卖哪里？卖三八奈。三八奈吧，三八奈全都有卖啊。OK。阿东咪阿咪 Amy， Thank you 50颗星，谢谢你啊！全部元老爱你啊，表弟，你看啊 ，Kitty 又再来给啊、哦，50颗啊，哇，谢谢啊，真的是元老等级啊，真的是表弟，你们呢、啊、实体店来的时候啊，你们一定要来啊，一定来找我啊！你看啊，很多人看到我的视频里好像铁背一样啊，表弟花足了钱啊，去我们是装修的呢，对，要花一点时间。让大家来跟我们就是要给大家舒服啊，就是来聊天啊。到时我的这个食品店的时候，我们的旗舰店，到时的时候我们会在那边现场做，叫烘焙啊，叫煮菜啊，烹饪的啦。你教还是谁教？你烘焙你不可能会了。对，有人教啦。来 GG 梦 ，Thank you， 50颗星啊，全部元老等级送了。那真的是啊。啊，在2193颗星啊，做这直播啊。Kitty， 其实一个心情是代表哦，那种开心啊。啊，真的很开心啊，真的表弟不一样啊。啊，他就是有一点动力的感觉。啊、今天多少人中来？没有人宣布啊，等一下应该会有人宣布啊。Christina Wong， 哇 ，Christina Wong，Thank you， 谢谢你啊，250颗星啊。啊，厉害哦。啊，很海鲜那个。250颗星啊。哎，哇，要花10块钱哦。他是住新加坡的，就是跟你买那个气炸锅了。哇，谢谢你啊！啊，也是那个 tax 问题。啊，谢谢你，我们有跟他们回复了、啊，真的谢谢你啊。懂人家做东西啊。啊，来 ，Kitty， 哇，又再来给50颗啊。Thank you， 谢谢你啊。Thank you， 来，我们现在目前有2693颗星。OK， 这个煎蛋呢，来，我们牡蛎蛋啊。对，我学香港师傅煮哦。那件煎蛋，叫牡蛎蛋，意思是说啊，它要放掺水，他说1/4的水。哦，要加1/4水啊。啊，四分之一是 on 什么？ Based on 什么？ on 叫鸡蛋的1/4。OK， 鸡蛋5颗啊，就是1/4的鸡蛋的水啊。就是一粒蛋多了。一粒蛋多一点的水、啊。为什么他说好像炒啊？那鸡蛋不会老啊？来，这个是灵魂啊，香猪，女字旁一个文字啊。啊，灵魂啊，对。灵魂啊，要边读边。是文啊，有边读边。200颗星，来，谢谢你啊，谢谢支持，谢谢。天上的星星数不清啊。灵魂，粒粒都是我的爱。那一天他把天上的星都送给表弟了。他那一天很好，他那一天维拉他们啊、哦，他都送200颗。啊，谢谢你们，真的感恩啊。放永春老醋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永春老醋可以啊。可以啊，每天要 stand 1个小时啊 ，no good for your leg 啊 ，better。不过永春老醋很比较太酸啊。我现在单脚单字啊。你的。我现在的站姿是这样啊，建议用黑米醋、哦。这样子，我是这样子跳上来的，我没有整个踩下去了，踩下去会太久会痛啊。那鸡蛋要打松它啊。你的店在哪里？丹曼德萨还没有 open 啊，那个是啊、设计出来的。对，我人是这样的。尿酸是吗？不是，跌倒。食品店要好做好啊，也要做到让我的粉丝都骄傲的一个旗舰店啊，大家看到都啊以我为荣。骄傲的那个啊 ，Roslyn， Thank you， 50颗星 ，Thank you 啊，谢谢，外面我给我们的给我 ，Let's send more star， I had $2 discount price 啊 ，only cost me 5.49 to learn how to cook yummy in this， 谢谢你，谢谢支持啊，
Great Life Fun Coco, thank you again。 哇，这个连老 supporter 一直在捐星星给你，欣赏啊，欣赏啊，叫做欣赏啊。来 OK， 我们放油哦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炒番茄啊，番茄有红茄素了、啊，番茄素的红茄素。那番茄这样生吃是营养 OK， 没有什么营养的。番茄要经过煎过的时候才有营养。OK， 来，来欣欣啊，不用刻意每一天来给我们欣欣啊。钱来的、啊，这个是要钱来的、啊，不用刻意一直这样给钱啊。给一个意思就好了，给一个五十粒星星够了啦。但是我还是喜欢的啊，居然不是，我还是很喜欢的。Karina Lee，Thank you， 谢谢你九十九颗星来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来，表弟第一好咖啡其实还有 offer， 等一会儿啊，我们会催他，问他有没有 offer 啊，真心送表弟米奇星星啊，来，你番茄是这里多少粒？这里两粒，那个两粒番茄切片啊，那个番茄是啊，稍微煎一下就可以了，不要啊，给它煎到稍微软一下。你弟元老是铁粉啊，你以为容易、啊？对啊。Hope I can go to visit your 那个设实体店啊， yeah. 也不是给别的啦。Ken， 不要看啊，真的是很期待你们来啊。LGC 很多人啊，给新送礼的表弟啊，来不要太 over 啊，不要太 over 啊，等一下你的老公老婆啊。周末这个卡。刷了这么多的是什么来的？够力啊！你给五十个星，两块钱。我知道，不要太 over 了。OK 了，给意思就好了，不用意思就足够。不要像那给十个星星也 OK 了，两毛钱也是。我在中国看人家直播啊，人家是几千几千这样子放的，那个太夸张了啊。那个不要，这个煎鸟比较香哦。对，但煎鸟它就这个给它煎稍微48%的这样的一个。来 ，truly true，thank you， 五十个 star 来，来 ，thank you。喂，这么无端端跳起6000个星啊！我等一下我看一下，给这么多，等一下我还没爬到边。来，米奇，我要再弄星星，再送给你啊！但弄很久也弄不到，人在澳洲啊！来，不用关系啦，来看就可以了。妮 ，thank you， 来，谢谢来。来，我们的也要330啊，表弟新的 studio 啊，也要330。来，三个汤匙的。番茄酱啊，对 ，OK， 我们要半汤匙的糖，很像食堂的风格，对吗？对，这样，来半汤匙的糖，对吗？不是，这个是一汤匙了。来，兄弟，一汤匙的汤啊，三个汤匙的 tomato sauce 啊。来，米奇，你的脚是不是有尿酸？不是，新年的时候啊，放炮啊，我跳起来玩那个蜜蜂炮啊，扭到脚啊。白米醋，来，白米醋啊，一汤匙，一个汤匙的白米醋啊。来，米奇，我真的是没有卡拉星星啊，可以包一个红包给你。哎，不用刻意来了啊，是表弟买的店吗？是租的啦，还没有本事买啊。哎，你们的店很美啊，还没有做好啦，少许的盐，少许的盐啊，这是四分之一的盐，来四分之一的盐啊。米奇，目前你可以用用哪温盐水泡脚啊，有帮助啊，可以试下啊，谢谢你。两汤匙的。来两汤匙的热水啊，来 ，Lord Joe，Thank you 啊 ，Joe， 99颗星啊，谢谢。Thank you，Thank you。番茄炒蛋是我最爱的，昨天给了99星啊，星今天就不送了，哈哈哈，没有关系。来，我看到了，那个是叫雪牛包啊 ，Thank you 3000颗星，哇，谢谢你，刚才前面又在煎了，现在给了星又在给啊，哇，真的是，表弟，唱歌来听一下。天上星星数不清，够写的，这都是我的爱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。等一下你私底下message他啊。会。来，东马附近啊的 Airfire 今天收到了，来谢谢啊。OK OK 啊，请问表弟鱼胶要怎鱼膏啊要怎样处理？鱼胶啊，你拿去蒸先。鱼胶呢，拿去蒸水，蒸冷水。就是不能有地道油啊，它跟蒸海参差不多一样的。就是，那么我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，它是一个热水，一个热水呢，一桶热水，那鱼缸放下去盖住它，第二天才来。那么我有看到很多的做法，
我有个建议不错的是，你开始的时候不要蒸热水，你用冷水，最好是过滤水蒸下去，然后盖好它，放在鞋柜啊，那不是雪藏啊，冰箱放在冰箱，第二天早上第二天又来换水啊，换水再换冷水放进。那第三天呢，你就拿个去水滚五分钟，那么拿上来又再蒸冷水，又放在水柜。第四天它已经差不多已经化到很好了。OK， 来啊，来谢谢表弟很详细的讲啊，来等疫情过后啊，可以去找你们了。来，可以啊，欢迎啊，欢迎真的。来，表弟很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啊。红色的那锅铲有卖啊，有，我们那个叫硅胶啊，你可以私信表弟啊，来。I buy 95个 star after discount 5.49元，来谢谢你们的支持。 来煎蛋要放蒜米吗？不用，不用啊，这个、没有放的，什么都没放。来，什么今天我煮的东西三个都没有蒜米啊。来，我们放油先。嗯，我煎蛋要多一点油。来，番茄有去皮吗？番茄没有，我们番茄是连皮的，啊，连皮一起的，直接拿来煎一下。今天我要做的就是来 support 表弟。陆 ，thank you 啊，50颗星啊，啊，谢谢你，陆来。对，有人送3000颗星啊，谢谢啊，真的是真的。OK， 这个锅热了，看你的锅，如果是像我们这种公不粘锅的话，你就要。来，我们放这里5个蛋啊，然后我们有放那个蛋的分量的1/4的水分啊。Miki，我送星星是感恩你们家人的分享啊，我学了很多知识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支持，谢谢你给的心。对，有一个网友送3000星啊，哎，我们看来是看到太慢了、啊。哎 ，Miki can ask your father 啊 ，to set up the OK， 这个鸡蛋差不多了，我们就把这个搅倒下去，啊，把这个番茄倒下去。来，我们放番茄啊。To sell all your product in off day cafe no， 不是在 off day cafe 啊，在我们的那个实体店啊，实体店不是那个不是 off day 了，是我们的自己表弟的自己店的啦、啊。那是我那个这个表弟好主意的 office 的。You receive? I already send 99 star. 等一下我去 check 一下啊。Thank you, Dorothy. Thank you 啊，谢谢你来。OK， 可以了。啊，这个是炒蛋啊。啊。今天确诊人数1818啊，两发啦。要去看中医。对呀、啊，中医生讲不要站太久啊。哎，他也救不到我啊，这样。表弟要唱歌了，送粉丝啊，3000颗星啊。今天人确诊人数1828。来，来7500了，谢谢，来支持，谢谢，来，表弟还有魅力啊，来老人还是有魅力啊。来，女士，啊，我现在就是啊，番茄炒蛋这样子啊，鸡蛋又滑，番茄又有营养，简简单单啊，番茄又不会熟过头啊。来花椒。要怎样处理又如何煮啊？来，刚才表弟解释的、啊。来，我看太多信息了，我看不完了、啊，排谁啊？如果 miss 到的话，你可以 PM 表弟啊。来， okay. 表弟要唱歌了，不得了。来，请问那个东马的雅比的那个 FIA 寄出来了吗？啊，陆续寄了，已经有人开始收到了。啊，给一点时间，我们已经的之前预购的啊，全部寄出完了，都寄完了。来，那等时间到。Ask 表弟 to show us 包 wise 包。来，目前收到的星星有6091颗啊！哇啊，谢谢啊，真的是啊，我没有想到这么多了。来，我不懂怎样送星啊，只是用心支持来就可以了，这样。365天，如果表弟不煮会不习惯啊，他继续煮啦。不要休息，我跟我老婆讲不要休息了。到也可以。有星星，他不要休息了啦，告诉你啦。啊 ，OK， 现在已经蒸得好了哦。好、哦，来300啊，米奇，我弄不到星星啊，特地送星给你，爱心啊，谢谢你啊。你可以的话就不要给那个。表弟 Seven Star，Thank you 啊，谢谢你来。嗯，这样我们就要一个更拿出来。表弟越来越得人心啊，我们为你荣啊，啊谢谢为你而荣，感到荣耀啊，是吧？加油啊！请问这个锅是哪里买的？这个是Samba Live Channel有卖啊。Miki 实体店开在哪里？丹曼迪萨啊，还没有开始营业啦，在装修着。
来，不要吃豆类，我其实也是因为我没有戒口啦，我很爱喝冷水啦，讲真的，每一天都一两罐啤酒啦，是吧？今年到现在没有停过啊，啊，也是这样原因啦。不是月亮，是心代表我的爱心。你知道这字哦，如果这字啊、哦，哎，表弟不要说自己不是偶那个偶像上 idol 啊，你是 Malaysia record 啊 UAJ star Angeli。这个字不要倒，这个字可以这个字要做吗？给第二次还可以煮啊，哎，还可以煮吗？哎，就可以卤其他的啦。啊，你是 keep 上来啊，可以卤其他东西啊。表弟是过味了，那你过味了，越久越过味了。啊，你越蒸越久越好啊。你去脚底按摩会有帮助啊。米奇，我要去啊，没空看你们直播。如果有时间的话、啊，如果有时间，谢谢，如果有时间，我建议那个卤水，就自然卤制的那，先包了，啊，慢慢火包了，一个小时过后。OK，what type of sauce do you put in the chicken wing？ 它是放醋啊，它是用黑米醋，但是任何的醋都可以啦。没有 chicken wing 不是。鸡公面你不是放醋？没有啦，醋是。哎，说嘞，还是什么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我们有放酱油。酱油啊，豉油啦。啊，酱油黑酱油。Soy sauce 啊 ，dark soy sauce， 黑酱油啊。表弟主播英雄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表弟唱首不得了啊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是这样唱的。哎，表弟，那么字有没有多用？可以卤其他东西了。你放这可以卤其他了。可以了啊，其实如果有时间，跟他震震它，你不要马上拿上来震它。剩下的字啊，煮鸡脚，哎、也不错哦。对，鸡脚这个男明天来卤鸡脚。你不借口，你老了就知道啊。哎，就是爱吃啦，很难顶哎。你想下啊，每一天，我想要借口没有办法啊。那个海鲜也是照吃啊。那虾不能吃，还是要吃。鸡翅膀哦，我们就如果是哇，你去巴上买，你选大大吃的，因为它小只，啊，没有。健康 egg 豆腐 pork meat the sauce， yeah， 啊，这个是只是这个是纯粹是这个可以拿来做，再放在豆腐，可以豆腐和猪肉了吗？可以，那个鸡蛋呢？可以啊，可以的 ，can。单七力 ，thank you， 50颗星，来谢谢你啊。炉哪里买？你是讲那个煮菜的烤炉是啊，那个是鲁宾利牌子啊。如果你是问这个锅的话，这个是Samba Life啊。来，我们收到的信啊，有6141颗啊。哇，兄弟这么多啊！啊。来，谢谢。来，等一下去蒸一下冷水。哎，热水啊，我有蒸过热水，好像没有没有效果嘞。我要试一下冷水一下啊。哎，也是有人叫我蒸冷水啊，字可以再煮啊，再次煮菜，对，不要丢，对，啊、不要丢啊。啊，哎 ，Mickey， send message 给我介绍你去安邦的中医。Okay. 这个就是我们的瑞士鸡，因为我罗里斯鸡的扭到那个背部呢，去的第一次就给取穿了。你 message 表弟就可以了的，他会send给我的、啊。因为我这样子也是很难找到你啊，你先去拔罐啊，哇，还有针灸的吗？可以。对，你的脚要切冰啊，看看 okay， 对。这个就是啊，香醋排骨。香醋排骨、啊，这个是用醋来做的、啊。对，用黑米醋做特别香。Mumbai， thank you， 20颗星啊。谢谢。Apple John， 10颗星，谢谢。Thank you， 好。啊，这个就是啊，这个盖也没有、啊，你看颜色又美。它是用来卤的呢，这个盖也、啊。如果你说没有马上吃的话，你可以给它震，关了火震一震，震到它，然后你要吃的时候再开火给它烧，就捞上来。OK，、啊、请问表弟，现在你吃还没有什么味了，那冷的时候更好吃。啊、嗯，要等它冷才好吃啊。嗯，请问表弟，你那煮菜锅有36cm 吗？没有，32cm。32。有一个是。One chef 40cm 啊，那个白杠的 One chef。来，单七力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 啊，谢谢你的支持、啊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啊，这个如果可以，但刚才如果我再炒多一下啊，才来放那个汁下去更好，啊，给它的蛋更加。这颜色比较漂亮啊。啊对，因为我们调酸甜醋嘛，我刚才调的是那个酸甜酱，
就是糖醋加加变成我整个它有咸，有带点甜，又带点酸，因为番茄本身就是酸的。OK， 好。哎，不要力 ，Thank you， 100个star，来，谢谢。哇，真的谢谢。哇，要结束还有人送钱，要结束还有再送啊。来，总共是6321颗星，谢谢你们啊，真的真的。就是破了昨天的记录啊。破很多，我没有想到这样多啊，讲真的。对啊，最重要是大家买菜钱都回来了，讲真的。开心了，大家开心了啊。好，最后还是真的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跟我们点赞，帮我们分享。好，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342天连续直播。342天，我们煮了多少道菜呢？我们煮了968道菜，968，好像如果没有错是968，好像968，968道菜、啊，不同样的菜还没有重复啦，啊、不包括重复啦。啊、那没有也没有包括深夜厨房啊。我这里有个做这记录，因为我们有做记录了，我看一下啊，一下子。还有他的骄傲， okay, 他的骄傲。这个是真的，我自己的骄傲。还要秀给大家看他煮了多少道菜。我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哎，拜拜。OK， 谢谢支持啊。昨天到昨天是965道菜，深夜厨房有93个，饮料有107个，惠鸿都调了107个饮料。可能惠鸿还不知道，总共我们用我们的 percent 了1165种不同的材料啊，材料这个菜肴跟那个饮料来，张奇力 ，thank you， 30颗星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总共我们做了968道不同的菜肴，好，那么我相信一年的时候我们会超出1000道不同的菜肴，那么我是相当骄傲。骄傲的，所以我们说这一生中不是你多成功不是多成功，你成功人家也会很成功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这一生中你影响了多少人成功，那个很重要，你影响多少人成功，那影响多少人成长啊，这个也更重要啊。希望通过我的一些烹饪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做法，帮助很多很多的家庭主妇，甚至是很多很多的家庭的厨夫啊，我说厨夫哇，这有很多厨夫你知道吗？都提升了他呢，他不会煮到会煮，真的很感动。包括我弟弟，我的小弟是不会煮菜的，现在他是会煮菜了，强着煮，爱上煮菜，这个对他来讲是一种很大的改变。整50岁的人没有煮过菜哦，现在这叫什么？现在是抢着煮哦，很 proud 的是每次煮了菜而且煮多了嘛，带去我姐姐的家吃，她在揭秘啊，所以真的是很感动的这一点啊，希望大家继续的跟我们支持我们，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做得更好。好啊，那么改天我们的食品店好了吗？欢迎大家，欢迎有以后的本身，如果MCO 可以我们接触的时候来到吉隆坡的话，可以拜访我们。OK 啊。谢谢大家，来 ，Thank you， 美丽啊，50颗星啊，我们明天5点半准时见，拜，拜拜。